如果不是看我们下面这个视频，你绝对不会知道女玩家对一局游戏的影响力到底有多离谱。有一句话能扭转战局的，我打不过他，投了投了，这就要投了吗？啊，能打能打，妹子能打能打。有一句话能燃烧斗志的，谁帮我拉币？我来，甚至还有直接让人神志不清的。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小姐姐，妈，我来小姐姐了，我。This looks like a job for me。小姐姐，你能跟我结婚吗？ So everybody, just follow me。可就当我以为男玩家们都是这么没出息时，接下来这位老哥的出现，才让我知道我什么叫男人的雄风。我想上趟卫生间，能不能帮我打个暂停啊？我不会呀，谁会呀？哎呀妈呀，去世，去吧，我操！